OK，今天在读《神探狗狗》中文版的第一本的最后一章第四章，戴夫·皮尔奇编绘，孙鹏翻译，后浪漫教授。Go。第四章香肠战争，长足崛起。有可能跟那个人猿星球猿族崛起。开始，神探狗狗主演《香肠战争》。长足崛起。一天，在猫咪监狱，专门装猫的监狱。天哪！送信时间到，毛团有你的信写了。大个儿吉姆有你的糖，耶！这监狱，那是什么糖？老鼠软糖。老鼠软糖，哦，这监狱里也太幸福了吧！啊，喂，是啊，喂，BD，也有你的，是什么东西？哎呦，这个真照不清楚。寄给猫咪监狱的 BD，快拿来！终于来了，这什么收发信人科学家玩具反斗城，哦，反斗城，生命喷雾，我天，这里边东西都是以喷雾形式，把东西变活，喷在东西上，看着它变活，警告内有压力，避免明火。扎东机场，喷在什么东西上呢？这时午餐时间到，你的午餐，弟弟。哼，又是热狗。有了。于是，什么东西活起来了？茉莉，你看，热狗里边那根热狗。嘿，你好啊，咱们做朋友吧。才不要，去给我拿这间牢房的钥匙，给我快点。我还挺聪明，拿尺子给够下来的。可是他不太开心呢。钥匙拿到了，快给我。我这就把牢房门打开，自由了。现在咱们能做朋友了吗？好可怜呀。朋友，朋友。就你想和我做朋友，哈哈哈哈。他很伤心，然后他又看了看生命喷雾，把东西复活，嘿嘿，有办法喽。还是有点像那个猎人里边的蚁王，他没有名字，他不知道自己存在的意义。与此同时，警长在这儿遛弯呢，来到了警局。嘿，大家好，我吃完午饭回来了。哦，那个神探狗狗一听，直接就给他扑倒了。在地上舔舔舔。停下，神探狗狗，快停下，快下去！不要，我别舔啦！停下，停下，够啦！别跳了，小子，下去。这又来一三重翻翻乐，就是来回翻的那种，应该是。对，就这两件来回翻。行，翻。就这个基本上，神探狗狗把那个警长当成那个跳床了。坏神探狗狗，你为什么总要这样？明明30分钟前刚刚见过我，啊，是怎么见着好长没见着似的？我希望你这次没有躺在我的新沙发上，凉的凉的，热乎乎的。我的新沙发上有一块热乎乎的地方。而且还有口水，还有狗毛，我要跟你说多少次，离我的新沙发远一点儿。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他不愿意听。喂，你要去哪儿？喂，哦，他自动消音了，就是那个“哔”的那个。神探狗狗跑出了警察局，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哈哈哈。有了这个狗哨子，再加上这个扩音器，哦，是那个狗哨子，只有狗能听到的那个音频，就那个，所以它头疼是吧？我就能把全城的狗狗都引来了，很快，全城所有的狗狗都跑来了。茉莉就吹这个哨子，只有那个狗能听见，人是听不见这声音的。哦，那个频率。大狗狗、小狗狗，宠物店里的贵宾犬。走走，快回来！就连神探狗狗也未能幸免。
快来吧，小狗狗们，这就对了，都快进来吧。很快，所有的狗狗都会进入我的陷阱，包括神探狗狗。与此同时，在猫咪监狱，那只蠢猫，我要给它点颜色看看。厨房，妞，所有的热狗都做好了。好的，咱们去休息一下吧。咕噜咕噜咕噜摇一摇，崛起吧，我的军队！我说崛起吧，睁开双眼吧，兄弟姐妹们，加入我吧！啊，这有点像那个《悄悄第五部》里边那个，就是那个替身能力，就是打在什么东西上，什么东西就能赋予生命。好像那个孙悟空也有这个能力是吧？嗯，他是把吹那个红那个毛，一下就变出好多那个。只要我们团结起来，就可以征服世界！哈哈哈哈哈！香肠革命万岁！哇！天哪，这段不会 B 站过不了审核吧？香肠没事吧？我只能说，希望能过审核吧。香肠们跟着邪恶的领袖走出了猫咪监狱。嗯，这都出中文版了，就应该没事了。对对对对。B 站审核的朋友们，尊敬的朋友，辛苦了。他们走进了城市，好了，到了香肠称霸的时候了。于是香肠战争打响了。什么鬼？漫画中断，插播紧急新闻。我是萨拉哈托夫，为您带来头条新闻。世界上最邪恶的猫咪 BD 抓走了全城所有的狗，没错，他们都被关在这个笼子里了。你打算对他们做什么？好好看着吧，姐们。嘻嘻，看好了，笨狗粉碎机2000，哇，上面是大，有那个大锯齿的东西，这怎么办？哦不，那些像尖牙一样的东西在下降，很快这些狗狗都会。就都会被压碎的，不可能，神探狗狗会来救他们的。想得美，狗神探狗狗就在笼子里。这儿呢。没错，神探狗狗也被困住了。他用尽人类身体的力气，也无济于事。哦不，神探狗狗要死了！我为什么要对他这么凶？好了好了，警长，神探狗狗一定会反败为胜的，等着瞧吧。与此同时，香肠战争愈演愈烈，似乎世界末日就要到了。其实没有了，哈哈，看呀，真可爱。说茄子，看那小家伙点了一堆篝火。哦，真可爱。这个画面有点像那个啊，那部漫画那块说明字。这些人类一点也不怕咱们。咱们需要多点力量，需要更多力量。哇哈哈，这是什么菲力牛排？他不会把牛排再复活了吧？我要喷这个巨型卷饼人。那不是卷饼了，那是菲力，我们芝士牛排吉祥物。现在是一大块牛排是吧？谁问你了？很快，菲力就活了。万岁！只要控制了这个卷饼人，全世界都会对我俯首称臣。菲力，别变成卷饼啊！不要做个傻瓜。与此同时，神探狗狗努力阻挡落下的尖刺，但他人类的力量就快要坚持不住了。哦，狗狗们，还有比这更糟糕的事吗？有啊，那就是我，准备投降吧，因为香肠即将称霸。进攻，冲啊冲啊，杀杀！哦，看哪，热狗小不点儿正在闹革命。我们不是小不点儿，我们是正常大小的热狗。哦，太可爱了！可恶，我们一点也不可爱，我们是匪徒。哎呀，这个小家伙点起了一把可爱的小火苗啊！
才不是什么可爱的小火苗，那是来自地狱的死亡之火。我要怎么样才能得到一点尊重？难道我要把一切都毁掉？突然，在笨狗粉碎机2000里面的神探狗狗想到了一个好主意，他伸手入怀，掏出一根骨头。喂，谁扔的骨头？神探狗狗又掏出一根。我警告你们哟！喂，再敢扔一根，我就……是从下面的笼子里扔过来的吧？毁掉那个笼子！咔嚓嚓嚓嚓！所有的狗狗都得救了，除了他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是吧？你觉得自己很聪明是吧？你觉得自己是个英雄是吧？等我收拾完你之后，你会希望自己从来不曾……不是吧？这个剧情啊！下嚼嚼嚼，咔哧，这一口就给吃了，给咬了。然后那个菲利，嘿，那是我的生命喷雾罐，被炸掉了吧？趁别人没注意，我得赶紧拿走。啊呜，掉到火里了！哦，烫烫烫，坏了！哎呀，跑到那块儿去了。然后，但神探狗狗被那个菲利要被捏死了，这怎么办呀？这时候，那罐上面写着“警告：内有压，避免明火”。这个罐越来越热，越来越热，它越来越膨胀，越来越膨胀，嘣，爆炸！菲利飞向一边，神探狗狗飞向另一边，只剩下一帮小不点儿热狗。我们才不是小不点儿，我们是铮铮大笑的，没错。热狗。嗯，我们虽然失去了领袖，还有巨型卷饼人儿，但我们永远不会停止恐怖统治。我们会毁掉这个世界，然后建立一个……啊哦，狗狗们都被放出来了。那个。哪儿来的这么多狗狗啊？呵呵，那个，我觉得咱们应该逃命啊！狗咬狗。这也可以说是狗咬狗了吧？不知道神探狗狗和BD怎么样了？又被关到那里边去了啊！直接就给炸到那个猫咪监狱去了。嗯。晚餐时间到。直接要掉进猫咪。那个叫什么监狱里这样。拿好你的晚餐，比迪，是热乎乎的香喷喷的热狗。看到热狗都吓死了。我觉得这部片子就应该一个叫神探狗狗，另外一个就是可以也叫做越狱之猫咪犯罪。直接掉在他的那个新沙发上了。啊天哪，神探狗狗飞过半空。砰，掉在警局里，呱咔嚓。哦，坏了，警察的新沙发被砸扁了。神探狗狗，你还好吧？哇，万岁。这时候就不是计较那个什么沙发的问题了是吧？嗯。哇，亲了一下神探狗狗。嗯，这什么意思？一块儿跟一块儿蹦，他们那个比神探狗狗还高兴。那边一会儿再读。警察这回不生神探狗狗的气了，太棒了，没错，神探狗狗万岁！因为警长以为这回神探狗狗必须得死了。你看这个时候，这个是应该是这个作者小时候做错的题吧？检查啊，不是题。对。哦，他犯了错，然后写个检查，需要认错。然后但是不合，这连这个检查都不合格。老师说要让他重写，姓名哈罗德哈，年级一年级，哦，跟你一样啊。老师是康斯鲁女士，康斯特鲁女士。我做出了以下不可接受的行为：在办公室里画神探狗狗的漫画。我的行为让什么什么老师气疯了。我在未来将如何纠正我的行为？在办公室画漫画的时候，小声点，行吗？嗯。我已经准备好重返教室了吗？是还是否？他写的是否。为什么？
再忙着画漫画，还要再说几次，不许画漫画，不许画画，就上课的时候不能乱画画，是吧？就是老师那讲课呢，你那下边画画不行，是不是？嗯、对，这神探狗狗，下回你可以画一这个，好不好？嗯，画一个这个不知道怎么说的神探狗狗。嗯。还有可以画 BD、这个、嗯哼，还有不同的表情。可是我读书的时候，你就总在画东西，是不是？嗯，哎呦呵，真可怜啊啊！还有画菲利，你喜欢吗？你喜欢菲利什么？我菲利牛排。哼哼。哎，隐形的 BD 啊、哦，好吧，开心的。悲伤的太逗了，隐形的吗？隐形的，但我不知道怎么画呀。就是隐形的，看不见呀。哦。它这个就是玩的那么一个噱头。行了，就给个特写就行了。嗯。哦，一开始黑白的，还有人专门填色。萌犬出笼。嗯 ，OK。哎，后边还有。这下一期的预告。哦。第二本。萌犬出笼。嗯，行了，我给我看一件封底什么的，再看一集。对，城里来了新品种的正义使者，准备欣赏动作、悬疑、浪漫，还有搞笑。所有讲狗头警官的书里，这本可能是最棒。这啊，现在这书评都是他们家写的，是什么？乔治的曾祖母。一共有多少本写狗头警官的书啊？我恨这本书的每一页，这是克朗普校长，不是特朗普吧？非常有趣，哈罗德的祖父，也就是他们家亲戚都很喜欢，老师和校长都不喜欢。行了，OK，拜拜。